入行20年的容祖儿前晚起在红馆举行总共18场 Pretty Crazy 容祖儿 Young Concert Tour 演唱会，首场演出波折重重，出师不利，开场不久便遇上舞台严重故障，影响演出效果，接连音响和耳机一度失灵，容祖儿觉得愧对歌迷，哽咽落泪，最后决定放弃下周一8月12日放假休息，提醒当晚观众不要丢弃门票，可以重来欣赏一个十全十美 Pretty Crazy 演唱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